Hello， 大埔店 Daniel。嗱，經歷咗呢個5.1之後咧，不出所料啊，佢哋申請咗嗰批咧特價單位咧，又係啲三房兩廁咧係賣得最好嘅，即係南北通對流嗰只12棟啊嗰啲嚟嘅。咁啊，而家咧我手頭上就有一個咧特價單位表，咁咧都仲有啲特價單位咧係三房兩廁嘅，不過咧真係就要買到一啲比較低嘅樓層啦，又或者係14樓咁樣啦，睇你介唔介意呢個樓層啦。嗱，先講下咧最搶手嘅貨啊，三房兩廁單位咧就係嗰個11棟嘅1404啦，咁啊佢折后嘅单价咧，无论按揭或者系呢个一次性付款都好啦，都系7800蚊一方到7900蚊一方嘅啫，即系总价都系76万到77万左右，即系按揭同呢个一次性咧已经差唔多价钱噶啦，已经系咁啊，跟住咧就要去买一啲低啲嘅楼层啦，就系分别系8楼啦、12栋嘅803。同埋呢個12栋嘅403啦，咁其實都價錢差唔多，不過咧呢、這個8楼呢個咧就稍為貴啲，因為就要一次性咧75万左右，咁另外咧按揭嘅話就係76万咁樣，其實都係相差10000蚊嘅啫，按唔按揭都係。咁啊，另外啦，4楼啊特別平啲啦，嗱先講講啦，醜話講在前先啊，4楼咧會比前面嗰、那個新區管委會咧稍為遮一遮，所以咧咁就佢嘅單價係平嘅，咁啊67万。咁就到17万多啲就可以一次性付款咁樣買到佢噶啦，按揭都係68万6，係啦，咁啊爭少少咁樣啦，咁啊其實都係非常之抵買嘅，而且因為大精裝修咁啊，差唔多係準現樓狀態咁樣啦。好啦，嗱咁啊講完呢啲咧，三房兩廁咧。咁啊，佢其實仲有好多咧，望泳池嘅三房一廁咧，都做緊特價嘅。嗱 ，show 曬出嚟俾大家睇。咁啊，嗱，我個人建議咧，買望泳池嗰啲咧，咁睇下你想係點講啦？你係想望遠景為主咧，其實揀啲10零樓咧就比較 perfect 嘅，因為就唔使耷低個頭去望呢一個泳池咁樣啊。但係你話咧，我想再望遠啲，因為咧12棟嘅好處咧就係因為直望出去泳池之後咧，前面就冇乜遮擋嘅，你望山景係好靚嘅。咁啊，因為12棟前面係冇乜樓遮到佢嘅，咁啊通過呢個泳池穿出去咧，望住遠處嘅鼎湖山山脈咧，係確實係幾。啊，點講咧？心情舒暢嘅，而且你買高樓層仲可以望到西江添。嗱，講一講啦，有啲咩高樓層？26樓、25樓、21樓都有嘅。24樓咧，咁啊睇下你中唔中意啊？平啲嘅，24樓特別平啲嘅。好啦，咁啊跟住18樓、14樓同埋11樓啦。咁啊，嗱價錢 show 曬喺度，抵買真係抵買嘅，6000零蚊一方啫。如果一次性付款嘅話，高樓層先係7000多啲，7600、7000咁樣啦，啲好啲嘅樓層就。咁啊，大灣區嚟講咧，呢、這個價錢咧，確實真係物有所值嘅。起碼佢有一個三甲醫院喺附近。咁個車程雖然係長少少，但係咧，你喺其他城市咧買差唔多同樣嘅配套，差唔多同樣嘅環境咧，你分分鐘係要俾多10几20万嘅。因為10几20万咧，夠你搭好多次高鐵噶啦。又或者咧，其實都已經夠你咧去買一套好靚嘅家私啦，貴10几万嘅話，咁啊。嗱，咁睇翻自己選擇啦。咁啊，好多客人咧，一遊完一圈啊，喺大灣區噶，通常你而家開關開幾個月啦嘛，睇曬一圈噶啦已經。咁其實好多都係最終揀翻肇慶就係咁嘅原因啦，性價比確實高嘅。好啦，嗱，咁啊，今日嘅 update 就到呢度啦。嗱，咁我會咧叫攝影師咧飛一飛呢個咧三房一廁嘅25樓啦，同埋18樓嘅。咁同埋11樓都飛一飛嘅，咁另外咧三房兩廁嗰只咧南北通嗰只咧，咁就直接飛呢個1404就算啦。咁啊，因為都流程唔係好多。好啦，嗱，今日咧呢、這個快訊都差唔多啦。咁就如果大家有興趣呢個時代年華嘅話咧，歡迎撥打翻我電話979-44382。979-44382。嗱，咁睇下你會唔會想過嚟睇啦。其實而家好多人咧。都係繼續都係唔過嚟睇就直接買嘅，因為有好多親佢哋身邊有啲親戚朋友已經過嚟睇過啦，話個環境真係唔錯嘅。咁所以我哋咧呢個線上成交咧係繼續有嘅 ，keep 住有嘅。咁啊，所以就可以慳翻你好多呢一個來回嘅時間咁樣啦。咁亦都可以揾我哋 V 家匯款咧，幫你去將呢個樓款咧直接過數俾發展商咁樣嘅。好啦，咁今日嘅節目都差唔多啦。咁如果大家想睇樓又好，或者繼續好似以前咁樣線上睇樓啊，咁喺香港成交咧，歡迎撥打翻我電話去了解翻呢個詳細嘅資訊啦。咁啊，我哋今日節目差唔多，下期節目再見，拜拜。
呢家開心睇樓團，如果想安心咁喺大灣區樓咧，梗係揾我哋 V 家啦。冇錯啦，呢幾個禮拜哇，係咁見到你喎，係咪退休啦？梗係未退休啦，因為咧，其實咧，我從上年開始咧，我已經做定準備退休噶啦。我個個禮拜都嚟住翻幾日噶，梗係啦，你個感受一下，哇，原來肇慶新區，哇，呢度啲空氣啦，有湖有山，哇，嗰種天然環境，真係好啱我呢種中意慢活咧，同埋呢個大自然嘅一個退休嘅生活嘅，所以。非常之享受，哇！真係好羨慕博士呢啲退休生活啊！咁啊唔使羨慕嘅，我知道呢個盤仲有啲貨新貨推出㗎。係啦，嗱，華僑城咧有現木盤同埋啲希望啦，細積又有，大積又有，都係一線望唔景嘅。咦，咁好喎！嗱，我今次咧就有一個肇慶嘅 VIP 豪華團，點解豪華團呢？我哋特登咧就係去買高鐵飛，大家搭高鐵上嚟感受一下，喺尖沙咀就能夠搭高鐵咧嚟到呢度肇慶嘅新區。80分鐘就到，俾大家感受一下嗰種快捷同埋嗰種安全同埋嗰種享受啊，好唔好啊？嗯，好啊，非常之好。咁但係咁喎，嗱，既然睇樓團嚟到肇慶，不如 Daniel， 我哋揾一啲咧總價低、尺價平嘅一啲好嘅盤，嗱，要發展商又夠大，貨又夠靚，喂，有冇啊？當然有啦，有我哋博士摯愛嘅保利時光印象同埋時代年華啦。嗱，咁咧啱啱提到咧尺價低啊，咁啊上車容易咧，呢兩個盤都可以咧做按揭嘅。喺做按揭咁，香港直貸。是非常之方便啦，咁啊最平可以十零萬就上到車噶啦，咁月供咧千零兩千蚊起咁樣咧，我相信好多香港人都好容易上車嘅。交租都要啦，喂，唔理咁多啦，馬上打以下嘅報名電話啦。